放开了，你这个这里有东西啊。许多员警发现男子行迹可疑，上前盘查，立刻发现毒品咖啡包。你这个小口袋，这啥？这啥？咖啡包啊？我用这啊，你咧？好啊，搞什么枪啊？这不是我的啊。哦，那我的啊。远景好心劝说，没想到毒虫一下推说毒品不是他的，一下又说是以前放的。这两包什么东西？自己说，自己说啦。事到如今的，自己说啦。我之前放的啦。话说的颠三倒四，反反复复，没想到下一秒都没有。我裤子可以脱给你看，裤子可以脱给你看，裤子可以脱给你看。做事要把裤子脱下来，原来是想转移警察注意力，因为机车里大有文章。哇哇哇哇！惊嘞，这大包。毒品包大到让远景惊呼连连，进一步检验发现含有新兴毒品卡西酮成分，而最常使用卡西酮的毒品除了咖啡包，就是会让人变成丧尸的预言。卡西酮究竟有多可怕？从起初101年夺走10条人命，这几年下来翻倍增加，到今年截至10月已经让90人死亡，数量只增不减。近年来第一线执勤远景开始使用卡西酮出筛试剂，把可疑成分放入压迫试剂玻璃球，观察有没有冒泡，还有颜色变化，一有颜色反应，很有可能就暗藏卡西酮。由于我们刚刚所使用的是真的咖啡，所以没有呈现阳性反应，但现在由于新兴毒品泛滥，因此像这样的试剂已经成为第一线同仁的利器。之前并没有卡西酮类的初筛试剂，因此我们就请厂商研发了卡西酮类在第一时间能够做初筛使用的一个试剂，那必须要现场能够第一时间能够突破范闲的心防。新兴毒品不容小觑，第一线执法人员配备只能不断精进，才能跟得上毒品泛滥程度，见一个抓一个。裤子可以脱给你看，裤子可以脱给你看。即便遇上毒虫耍赖出花招，也能鹰眼识破。记者黄天耀、何威荣新北市报道。